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世嘉 MG 平台最棒的竞速游戏《顶级赛车2》。本作呢，小的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一起玩啊，现在只能自己了。两个人玩的话是分屏的，上半屏和下半屏显示的不同的玩家。这里呢是给自己起个名字。这里呢是自动挡和手动挡。然后这是里程表了，一个是英里每小时，一个是公里每小时，其实是表示的方式不同而已。这里呢是你操作的按键。好，咱们开始。第一站，游戏方式是按站来的。商店系统，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拿过分站的冠军，所以说奖金是零。这里呢是咱们的发动机，然后干。啊，这是雨胎，然后是干胎，变速箱，这是消化物，就相当于氮气罐啊，可以把你的车短时间内推得很快。还有呢，就是装甲了，侧装甲、后装甲，然后防弹甲，还能够涂色。那咱们先开始了，因为没有奖金，所以说什么也买不了。奖金除了分站拿名次之外呢，有的时候也能捡到。发车咱们就是第20啊，这样起步其实不是很有力啊，我感觉。慢慢超吧。咱们的装甲现在还是绿的，等撞红了之后就严重影响你车的操控性。A 应该是刹车啊 ，B 是油门 ，C 呢是使用消化物。来，咱们用一个。在第6了，从第20撵到第6，这样分站咱们应该是争取拿冠军的。这个货也随意变道啊，不想让我超车。游戏里还有翻车啊，翻车起来是很惨烈的。啊，来一罐。第3了啊，前面还有两辆车。分站冠军的奖金应该是10000，最好的发动机是80000。撞上了，还有3罐，这是第2的。哎，他往内道并了，不想让我超车。古老啊，前面还有一辆。就是这辆白车，好，咱们过来了，这样咱们是第一了。保持到终点，这样奖金10000到手，还有分站的积分10分。我前面已经能看见第20的车了，已经扣圈了。最后一圈。这是个急弯。因为边上的路边已经有这种警示了，所以说弯比较急，像一般的弯是没有。咱们拉第二的很远了，1/4圈左右了，这样应该是比较稳了，也是个平地翻车吧。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高速移动下突然撞到东西了。好，第一个分站冠军。10点积分，还有10000元奖金。第2关，你看是沙漠的地形。发动机次一点的还30000呢，咱买不起，买个好点的干胎。化物防弹甲来一个。好，可以了。第2站5圈啊，路况呢更加的复杂。咱们争取前4圈啊超到第1。然后再说保持的事儿。车很坏啊，不想让我过。
第十了。哎呀，他超我！刚才那儿有一个跳台啊，跳过去的话能捡到一瓶消化物。啊，这还有奖金，1000块钱。不能在你们这几辆车这浪费时间啊！现在第八啊，过了一圈了。慢慢来，不要急啊，这个游戏最忌讳的就是着急，很容易你一个误操作啊，一个翻车，前功尽弃。我看来不跳那个很难捡到那罐东西。第六了，距离第一的哇，貌似也不远。吃到了2粒沙尘，两团啊，应该说是。前车又见到影了，不远了。好，吃到了。那咱们第四，来一罐。哇，直接撞到的人家屁股了。第三，还有两辆车，还有两圈啊，平均一圈呢超一辆车，这样压力其实不大了。我已经见到那两辆车的影了，这是上坡啊。好的，第二的，第一的，第一的开着一辆基老子啊。这样最后一圈我把这个位置保住。如果落的它比较远呢，即使翻车啊一两次也没关系，把这个名次耗住。我这车速有点快了啊，见到那边第二十名的了，没关系啊，他们对大局呢影响不大。好，这样第二个分站又拿到了冠军。3分48秒，哇，落了第二的15秒左右啊。第三站，那好吧，那这个游戏的回顾性试玩呢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吧。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解了一下一些菜单还有购物，比较关键的其实就是通过不断的拿到分站的名次以及捡地上的这些奖金来提升你车的一些组件的性能啊，达到每站保持优势。那好吧，那这款 MD 平台顶级赛车2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